很难耶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。一二错，差一点点，太臭了吧。哇，打到快龙了。耶、yeah! yeah, 再一次。用臭鞋子打到快龙了。神奇宝贝抓到。用臭鞋子抓神奇宝贝。对呀、啊，那个伊布躲在下面做什么？你看他躲在两个椅子中间，因为他怕你的臭鞋子。怕我的臭鞋。那可是伊布哎。我一次要用臭鞋子打两个、哦、要打三个、哦、哇，他们三个在做什么？三个在排队。对呀、啊，用臭鞋子。那我们再用球就好了。一二三，哎呀，擦边球耶！擦边球。对呀、啊，哇，没有中，不可以用身体啦、啊。很奇怪你，哇，怎么用臭鞋子啊？你看啊，我是用鞋子放在桌上。那你要打那个伊布，要把伊布抓到，用神奇宝贝球丢到他。这个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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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奇宝贝，赶快抓到伊布，它会变身成雷精灵、水精灵，还有火精灵哦。哦呦，被它躲过了，你看它有动一下，它刚刚有动一下，哦呦，又被它躲过了，它躲到旁边去在睡觉了。哦呦，你看，它躲到旁边去睡觉了。嗯，宝贝，没有。哇，很会躲哎，他太厉害了吧？对呀、啊。哇，你看意义都，他都躲开了，你就打不到他。可恶！哦，你看又打不到他。有鬼！有鬼啊！呀！啊，打飞了。啊，全部都打飞了。啊，你流汗的。